台风季即将到来，成功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蒋振宇发现，台南虎头皮水库布满了刺种含胸木，这种植物将会淤积水坝，堵塞水道。专家用心表示，如不及时处理，恐怕台风季将会带来大大影响。植物一些种子会随着一些水哈，会流动嘛，也漂浮在水面上啊。啊，即马去到一个了有土的所在，伊家己会顶。开始生长出来了，啊，到现在就是咱水库的边啊吼，拢迄个料会造成含迄个淤积啊。因为刺种含胸木喜欢在水边群居生长，而且繁殖能力相当强，因为只常逮刺，清除相当不易。未来刺种含胸木若随水远漂，恐会危及南化增温等周边水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这个三个月前呢，那个农委会呢，那个特有保育中心呢。有一位实验站的主任呢，曾经来看过，那么他有指示我们怎么去办理。那么嘉南农田水利会，这个水是属于嘉南农田水利会管理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也有派怪手呢进行清理。那么清理一部分，那么这个部分呢，其他的部分还没有做，但是他会继续一直在扩散，因为吼伊规丛拢是迄落漆啊，所以人工没有办法去处理，所以还是要靠怪手呢把它全部呢清理，然后呢把它烧掉。用烧的是最好的方式了，哎。嘉南农田水利会已受委托代清，但因刺种含胸木繁殖能力强，没有办法一次清除干净，未来将会持续清理。记者陈云龙、黄嘉源台南报道。